有右邊嚟多張，唔該。穿完校服的感觉，我就是我觉得很适合我啊。首先，就是我看我的话，就完全没有那个违和感，就是根本一看就是学生嘛。但是旁边这个呢，一看呢，我们说他就像那个老师一样，像个阿 Sir， 就一个阿 Sir， 因为他，啊，你自己说吧。但是我觉得没问题的，就是我的演技就是可以，就是演得很年轻。对，演得很年轻，到时候就会看得到。然后我就是问那个发型师的他们。我说是不是很像那个阿水啊？他说没有比较就是没有伤害，所以不要站在他们旁边就好了。对，我们还没下水了，我们下水的拍摄应该在九月开始吧？对，到时候应该比较辛苦一点。对，就是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去拍那些水的拍摄，对，所以就应该比较辛苦一点。哇，练得很苦的。对，我们真的有练水的环节了，因为我们本来游泳的技巧真的不厉害。我的话就是很多中学之后都没有游过了，那 Stanley 也没有真正学过。对，没有真学。然后因为我们的角色呢是要四肢全能，那很厉害。我们两个角色就是比较厉害，里面的角色设定。但是我们现实就是我们就是比较烂，对，比较烂的那两个，我们是就是要练的比较辛苦。对啊，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尽力练了。对啊，也不是说现在练得很好，但是肯定比一开始好吧。啊，的确练的时间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可能有些时候是不能够去练习，但是。我们也会尽量去练，就是可能一天，啊、对，是很晚、啊、一天做完工作之后，十点十一点再去练这样子，对。对